那玩这种游戏，曙光，你这奇迹啦。是旧的吗？进行三档，看一下吧。哦，是最早期那个吧？有魔剑士欸，剑士、法师、弓手、魔剑士。之前是不是魔剑士不能选了、啊？现在有了，创一个好名字，叫做母胎单身，好不好？哼哼，因为我们不是玩妹子啊。毕竟奇迹嘛，一开始是从这边进来，没有半个玩家，手足好礼，送武器啊，他没有作假哎，一般不是都是有玩家跟你陪跑吗？这款没有哎。以及装备，每一年都有奇迹啊！看来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了。你不如直接给一个超级福利版就好了嘛。哎，超级福利版的奇迹之桥好像也有出嘛，对。啊，都推荐加点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超级福利版的、啊？你看它让我疯狂加点呢、欸。哦，这样子如果有玩家又想玩的话，好像还能接受哦。刷刷刷！奇迹现在怎么没有开发出更优质的、啊？升到20级啦，进行一次回收，要成为什么白银四星哦？好麻烦哦。有什么装备可以回收？好啦，我有穿装吗？奇怪，我把它回收掉了、欸。黑龙波术，黑龙波欸，火球术，真空波，掌心雷。欸，我刚刚好像没买完欸。算了，不理他了。来吧，来到了冰封谷了，熟悉的地方。30分钟特权，击杀雪虫。我可以顺过去吗？不行了，技能都上去了。咬死你们！你们这些蟑螂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这就是我母胎单身的威力啊，搞不清楚状况哎！哦，瞬间被我秒死了，爽翻天呢！要进行回收了。用手机玩真的是很不方便，字都很小很小这样。如果用模拟器应该比较好一点，现在懒得换了。前往地下一层，走。哇，我还是处男，我竟然要在这里打怪。防御达到75级，可以前往50级怪物点。来。接下来去打45级的怪物啊，那你装备强化来啦。欸，我没有祝福宝石啊，我怎么强化？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干他了啊。啊，看到我厉害没有？来来，拉怪拉怪，哇！跟你讲，他待会就要被我吊打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升级升很快。刷，我这样挂多久啊？锻造，
可以强化嘞，加点。邮件，哦，给了1000币耶，这技能，推荐加点了，他要什么？防御达到75级，一键转移，继承。完成了，任意装备强化5次，还不够，又拿到祝福宝石了，可以了吧？满足了吧？啊，我要这边挂到60级哦，我现在49，是有升级啦，只是有点慢而已哦。我们看一下商城。祝福宝石，硬核必买，强光技能金块，哦，这边的花好贵哦。龙卷风树，火龙树，这边有众生限购哎，来一个火龙树好不好？借我买个火龙树，火龙，学习。这样子，我是采用轮盘的，然后还有全显模式啊。啊，换一下。就变这个样子啊，又下方这里。我可以到第二层了吗？到第二层去啊。这坨什么啊？大厂哦。啊。我全色装备还没有发光欸，第二层我要自己找了，因为我现在在额外探索，我这样看起来真的好像处男哦，这个动作看起来真的好像，你打赢我吗？啊，嘿，岩沙黑龙波，哇，可以一直在挂着打欸，奇迹的魅力已经出现了，嘿。你看我那个动作，抢劫地球，哎，抢劫岩石，哎，认真玩啦，不要这样子闹啦，好啦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